美国著名的 UCLA 安德森管理学院院长日前宣布台裔的施华为对学院贡献良多，升任为 MBA 资深副院长，同时要兼任的是在职进修 MBA 项目，带你一块来看。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商业管理学院院长 Judy Olian 宣布，原本负责学术事务的副院长施华为正式升任为资深副院长，执掌 MBA 学部。台裔第二代子弟的施华为生长于加拿大温哥华，父母都来自台湾，热心推广台家文化交流。施华为毕业于史丹佛大学心理学系，并且取得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硕士以及博士学位，过去在职进修 MBA 学部贡献良多，不但为学生争取相当多资源，更吸引了不同背景的学员就读，获得院长推崇。